游戏规则是这样的，我们的这个棋子呢，其实是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个盲盒里面。各位呢要拿到这个棋子，是要先把这个美食必须面对我们的观众，吃完之后吹一个口哨，然后呢要跑过这一路的千山万水的指压板，谁率先连出五个子的线就算赢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上面那个，对，第三，对，鸭子吃到，哎，蓝色，我吃了吗？嘴里吃完吹哨。啊！哇！好，走。哇！跑得不快。这个人怎么跟健步如飞啊，冰淇？哇！哇！加油！哇！这什么？这是，咱俩换一下吧，要不行？还给，吃完必须吃完，吹哨，吹哨，吃完咽下去，吹哨。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看着就好疼。舅舅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快加油！快！要吃光，吃光，吃光！吹哨，必须得看到啊！如果没有吃光，出发的话，我们要回到起点。好。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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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完，吃完，吃完！哎呦，好痛啊！要咽下去，要咽下去，加油！这个队，呼呼呼呼呼，走走走！大舅，加油，大舅！快起！快快快跑！哇，现在已经四个了，已经四个了！快快快快！林老师，快点，再点，再点！快快快！啊！啊！啊！怎么都是你们呢？吃完吹哨，啊啊啊啊